寒暑假功课模式是愈来愈多样，不参像是较早只是出题目给小朋友来做，你是用更加多元的方式，参像是给小朋友动手做物件、翕影片、甲画图等等。即天轮回东兴国小就特别办理寒假作业展，展出全校小朋友的作品，透过电脑和全校的同学甲老师会当互相来观摩学习。小朋友小招做伙来看同学的寒假作品，即天轮回东兴国小特别举办寒假作业展览，展出小朋友的作品，有家己动手做的手工艺，家己用心翕的影片，佮画的图，希望透过展览，让老师佮同学会使互相学习。然后做，你们做了什么？做了那个什么长颈鹿，奇奇怪怪的。我做了洞洞了，这样子很简单。怎样的比较好？拍照的吗？拍照。那现在还在作业的走向，不像以前只出这个国语跟数学，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多元的尝试，例如呢他可以做一些劳作啦、画图啦。对家长来讲，现在寒假功课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以前是在桌上写功课，现在是以走读动手做的方式让小朋友去学习，不过家长也表示更加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走入社区，用生活的经验来代替功课，做很大的改变，比如说做一些记录啊，带小朋友出去玩，然后拍一些照片，然后或者是做劳作这一些的。你可能可以走入社区，或者老人服务，或者比方说我们现在到老人食堂，可以去帮忙打饭啊，干嘛的？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比作业来得实在。时代的改变，小朋友写作业的方式嘛，应该无同款。希望会使让小朋友知影讲要家己做的代志，而且从中学习，嘛会使让因行入社区去实施家己的生活。让孩子来决定我的寒暑假我要怎么来做我想做的事情。那我觉得时代都在改变，那我们的教育模式也应该要有所改变才对，不应该只是填鸭式的在那边写，应该要让孩子走进社区去走读我们自己的生活圈，认识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学习的方式是百百款，希望小朋友可以透过不同款的学习方式学到课本之外的知识。记者谢依晨采访报道。